我们就此时开始，好，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谈的时候，实在是也慢慢听到一些挫折感，这还是也都理解。我们就一同彼此的代祷，像在这个一同奔走天路的当中，主满心同在。我们谢谢我们恩主，这样有机会彼此的代祷的时候，就满心欢喜来到你面前。 谢谢我们恩主将以下大有90分钟我们恭敬，然后在主的手里将祷告奉告主就有圣名。好，还好啊，我这过去这一个礼拜跟大家谈的结果哈，情况都还算不错哈。那我现在目前的情况都是这样子哈，大概我们一个半钟头哈，大概有前面40-50分钟都是大部分都是粤语。 啊，那后半段才是练习，啊，没有粤语的基础的话，学乐器等于啊，我是觉得不是很好哦。那你们学这些粤语，用其他的 keyboard啊，弦乐其他弦就都用得上哦，只要有用到和弦的都用得上哦。哪怕是说以后你要晋升到古典吉他，都这些基本概念啊，动作都用得上哦，不会太浪费大家。 时间哦，还有这个尤其是贝斯吉他，我们都会帮你留到你的基础哦。还有电吉他，有些我们以前过去学生开始在玩电吉他，都是这些基础都帮人把它建立好哦。那这 acoustic 算是比较懒的一个，在吉他当中算是比较懒的一个乐器啦哦，所以你会觉得又痛嘛哦，好像是学老半天不知道学什么，但是放心，我们一步一步来，好像剥洋葱一样哦，你会。 有一天你会第一首歌，一个月以后才会第一首歌，第二个月，第二首歌可能只要2个礼拜哈，以后你就一天可以学好几首诗歌啊，好，这样子哈，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哈，上个礼拜我们都没有讲到什么任何的调，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调 involve 啊，哦，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已经定好了，不能改变它，哦，为什么？因为 像所有的音哈，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你不能说从 re 开始啊，是不是1234567嘛？你不能从那个数说从2345627啊，不行啊，要从1234567啊，那跟什么调别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对的呢，用在五线谱所谓的音名的部分呢，我们不能说 A B C D E F G， 啊不可以，因为它已经定好了，一定要从 C 开始数算。这个C你就想说一个 common 啊，哦，就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最常用的音阶叫 C。 所以我们就，不管怎么调，C调这个情况我们前排还没有介绍嘛哈、哦，所以呢，从 C 开始起算，大家都知道嘛哈、哦，我们数看看，很简单，你一定知道了哈、哦、，C 啊，然后接下来什么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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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问一下哈、哦，从这个音影来讲的话哈、哦，就有两个例外是。 差一个半音嘛，我说一个半音不是 1.5 个半音，大家听得懂吗？我们现在的所有单位都是半音为标准嘛，所以一个半音等于一个半音，不是 1.5 个音啊，大家听得懂吗？我们这特别大家举一定要弄好，不然的话到时候都会 confusing。好，有两个例外，从音名来讲是从哪里到哪里，有两组，一到两，看到没有？一到两，对，清楚吗？哈，好，唱名是从哪里到哪里？ 一样吗？咪到发，西到哆，是吧？对的，3到4，西到1嘛。因为什么呢 ？C D E F 1到 F 中间不是3到4吗？这一定要知道，已经定义好了，3到4，然后回归到 B 到 C，B 相当于第7个音嘛 ，C 就回归到第1音，所以一样，这好像孪生兄弟姐妹一样，一个是3到4，一个是7到1。 那唱名的话是当然是3到4七到1，音名的话是1到 M， 然后 B 到 C， 都一样的，这没什么奇怪。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上礼拜所教的重点，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的哈、哦。
那只有一个没有问题吗？那年纪最小都没有问题，年长的有没有问题？没有。没有，我不是年长，不是年老的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哦，都没有问题吗？哦，我看到有人牙齿露出牙齿在笑，表示没有问题啦，哦，那我看不到，哦，应该没有问题的，哦，好啦，没问题的话，今天开始就正面介绍 C 调了，哦，每次我讲某一个调，哦，它的意思很简单，因为你知道这个定义以后，我只要跟你讲一个 terminology， 你就知道什么叫 C 调了哦。什么叫 C 调 ？C 调的意思就是说以 C 为起手的音就叫 C 调，清楚吗？哦，清楚。就这么简单啊。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音、第四个音，我等会看看我写到第七个音跟第一个音都差一个半音，其他都差。清楚吗？就 definition 很清楚了。什么叫 C 调？以 C 开头的音就叫 C 调，以 C 为第一个音就叫 C 调，就这么简单啊。好，阿美数看看哦 ，C 调的主要音阶你们就知道了，跟我以前的定义一模一样。所以呢 ，follow 第三个音、第四个音、第七个音、第一个音是一个半音，其他全部都是两个半音，清楚吗？清楚了。好，我们来看看哦，从从英文的角度来看 ，C 到 D 是不是差一个全音？要 follow 全全半的规则嘛？好，所以呢就很自然就有 C D M G A B 是 C 调的音阶，清楚吗？因为第三个音到第四个音，第七个音到第一个音是差一个半音，全部通通差两个半音，所以很自然 C D M G A B 是 C 调的主要音阶，清楚吗？清楚。清楚吗？清楚。很简单，对不对？那哆来咪要说 C， 那当然啦，永远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嘛。C 调来讲，你把它翻成简谱的话 ，C 调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不等于 D 调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因为不同的调，但是它的唱名唱出来都是音这个哆呢 ，C 调的哆跟 D 调的哆不一样的高阶，但是唱名的表达方式都一模一样，这叫简谱啊。都永远都是一二三六五七，有没有听说一二三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八九二十的？没有啊，唱名都永远一二三四五六七啊。所以我们就定义好了 ，C 调的来讲的话，唱名是一二三六五七，没有错啊，也是合乎这个规定。第三个音到第四个音差半音，第七个音到第一个音差半音，其他都是差两个半音，清楚吗？这就是 C 调的音阶，清楚哦。我下一次要开始你们。还有 by the way， 你们要去买一本教会的诗歌本，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喜欢买的话，一定要跟教会借，因为教会的诗歌本现在也没有在用，哦，都现在都用 projector，哦，所以你们要借，那要还，不要借不还哦，哦，因为我现在过去有，他会有几十个学生到那边借一本，这是整个教会，这诗歌本，而且都全部都没不见了，哦，一定要还回来哦，临时一定要还回来，啊，因为我建议你们买。因为这一本诗歌呢，有520首诗歌，很好听，太棒了。哦，21块吧。哦，你们就我没有要求你们付学费，也没有什么学费都不要，速修没有速修这种事。哦，我也跟他讲，千万不要付我钱哦。我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哦，上课到一半，我打电话回关心大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太太又发生过不止是两次。他问我说：“哎，俊男啊，你就明讲，到底你一个小时花多少钱？差多少钱？你是不是到末了才收啊？”我说：“谁讲了？我没有一分钱都不要啊。”他不敢相信啊！我说：“根本是 free 的啊！”哦，我的所谓的速修是什么？没好好练，没有了。你不好好练，等于没有付我薪水啊！哦，你的薪水是好好练哦，你练十五分钟就是我的薪水啊！哦，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我什么？你的密码？买 baby。哈哈哈哈哈！没错，我有时候忘记买 baby 哦，都小写啊。哎，好，他讲到哪里了？好，就是 C 调的是 C D F G A E。一二三四六七，那就没有了。好，那就开始考你们了。一到 F 差几个半音？你不要跟讲一二三四六七就好了，不要说几个啊。F 到 G 几个？一
反应快一点哦。D 到 C 几个？一。D 到一几个？D 到一。三到四几个？有时候我会交叉哦。一个。七到一几个？一个。好，三到四几个？一个。五到六几个？两个。你们 pass 的 ，graduation。开始，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们一个 homework。这个 homework 是这样子的哦，就是跳着。我们今天刷牙的时候开始要这样算，从 C 开始啊、哦。你硬要这样学，这样学的话，这是乐理里边中的 guts 在里边，精神乐理的精神是跳着的，一直跳着。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能不能把窗，干脆把门关起来好了，可能会吵到别人家，隔壁不小心会开会啊什么的。好、哦，这个你们要。不需要去背它，你就这样讲，你就哈、哦、C E G B D F A C， 清楚吗？跳着，中间这个 D 不要，对不对 ？C 到 E， 那你会怕说这 C 总不D 总不见了，等一下会回来了，大家请听哦 ，C E G B D F A C E。G， 你在刷牙的时候就 C E G P D F， 练个二三十遍，学这种乐器全部的精神所在在里面，和弦就是在这几个，这个一定逃不了的。这已经教你们和弦的基本的入门的窍门的诀窍就在这里面了，跳着，好，大家来练看看啊。C 慢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来练哦，你一定要把它朗朗上口 ，C。不是 D 哦 ，C E G B D F A C E G， 又重复了 B D F A C， 好，有没有把 D 了？越快越好 ，C E G B D F A C， 好，对，那个李奇啊，就是李奇，对，李奇对的，啊，做，因为你笑得很开心，啊，背看看，来 ，C E。G B D F A C， 还有来一个 C， 回到 C， 对不对？对不对？全对啊！好了，开始要考你们了，请一下，我为什么 C 到一？请问差几个半音？又跟我讲一二三四六七就好了。C 到一几个？四个。对啦，谁讲的？哦，是许静。来一个 C 到一四个，可 C 到 B 几个？三个，G 到 B 怎么四个呢？四个 ，G 到 A 两个 ，A 到 B 两个，加起来几个？四个。不要忘了、哦，我有时候会讲错、哦，因为有时候语文字，有时候没有吃，没有睡好，没有穿，没有睡好，没有吃饱哦，所以我有时候讲错，不要讲的，我讲的一定真正确，有时候故意讲错哦，有时候不小心讲错，有时候故意讲错哦。那C 到 E 请问几个？四个，哎，基础导游是不是？哎，哦，好。G 到 B 几个？因为我们现在是 C E G B D F A C 嘛 ，C 到 E 四个，对不对 ？G 到 B 几个？四个。好，那 B 到 D 呢？三个。对呀、啊。D 到 F 几个？三个。哦。D 到 E 几个？三个啊，因为 D 到 E 是两个 ，E 到 E 三个，对不对？你们习惯就好了哈、哦。好 ，F 到 A 几个？四个，好 ，C 到一几个？又重复回来了，四个，怎么都忘记了？来 ，C 到一几个？四个，一到七几个？三个啊 ，C 到 B 呢？四个 ，B 到 D 呢？三个啊，三个，不错，讲大声点，快一点，没关系啊 ，A 到 C 几个？我也忘了，几个？对啊，好，你们就回去就 E C E G B D F A C C D E G， 好，就这样。我现在是教你们五线谱哦，你写五线谱来个例子，你知道这个的话就来个例子啊，来个例子，什么调都行，闭着眼睛都这样，好，不要害怕五线谱，我们中间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怕，我看不懂五线谱，我也当初也是一样，跟你们一模一样啊，我哪有比你们厉害？没有啊。我如果年轻几岁跟你一样啊，还更比你们更糟哎。可是我现在懂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它弄通了，我懂了，所以我还是跟你们分享。
哦，就这么简单。E C E G B D F A C C E G B D F A C C 回归到 C C E G B D F A C D 开始就到 D 结束 D F 好、哦、就 D F A C E C 好、哦、就这样就配 C E G B D F A C 这样好，大家听懂了哦。好 ，C 一到E差几个？再讲一下。四个。一到E差几个？三个。好。我现在再给各位讲两个terminology，一定要第二堂课我已经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你就懂了哦。C D E 一共涵盖几个字母？三个。三个啊？有没有问题的？听不懂的举手。好，请问一下，一到 G 一样哦 ，C 到 E， 一到 G， 对不对？一到 G 差一共几个字母？三个，几个？三个啊！我给你个特别重要、很重要，在粤语上最重要的定义。从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头尾都算，不管有没有升降机啊，它的 matter at all， 我们暂时不管。只要你看到是 B 到 D 这种情形，哦 B 到 D 哦，像 B 到 D 这种情形 ，D 到 F 的这种情形。看到跨越从头到尾都算三个字母，我们称为三度音，清楚吗？三度，度就 degree， 就是几度几度，不是温度的度啦，就得写法一样，但不是三度，就是三度 C， 不是这样，是三度，三个度，哈，清楚吗？清楚。就叫三度。同样呢，好，我就考考大家啊，一到 G 是不是三度音？是的。一到 G 是不是你是数的话，来一到 G 是不是三个就对了嘛？是不是？是。A 到 C 是不是个？是。A 到 D 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A 到 D 不是啊，不是三个、啊、，A B C D 怎么三度音呢？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啊 ！A 到 D 请问几个？是不是三度音？三度音？不是啊。B 到 D 是不是？是。是啊。G 到 B 是不是？是。是啊 ，G A D 三个、啊、就三度音啊。可是你发现有没有一个 pattern？从 C 开始哈、哦、，C 到 E 有几个半音？四个。E 到 G 几个？三个。好，在粤语上呢，我要给你们新，今天给你两个新的 terminology。今天我一共有三个 terminology， 没有了哈、哦。第一个叫什么叫 C 调？第二个什么叫三度音？三度音有两种三度音。这么的清楚，容易明白。我们刚才讲了嘛，只要是三个字母，涵盖只有两种情形。目前啊，以后再说，有我们就目前为止，一种是三度音是差几个半音，四个；一种是差几个，三个，差四个叫大三度，差三个是小三度，清楚吗？清楚。这度一定要讲出来，不然会引起误会哈。有人笑了哈，我们上一期就有人讲那个度没有讲出来，一定要讲出来哦，大三度，小三度，度一定要讲出来哦哈。大三小三。哦，大三，大三度加三三三度。好，我现在考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数学，请问大三度加三度加小三度一共几个半音？七个，请一下小三度加大三度几个半音？七个，一样啊。所以 no matter what， 三个加四个或四个加三个，在我们小学或对数学都已经教你教好了，四加三等于三加四等于七嘛，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嘛，哦，是不是？好，这个七个半音一共涵盖几个字母？五个，太聪明了。C 到 C D E F G 嘛 ，C 到 E 差四个半音 ，E 到 G 差三个，而且是满足这个规定 ，C D E F G 差五个嘛，对不对？所以叫正好都是七个半音。我再给你一个大概的名词哈，下一次我还会这个比较稍微 hard， 我下一次还会再跟大家复习。凡是你涵盖五个字母的音。又是七个半音，我们称为完全五度 ，perfect fit， 七
个，这谁发明的？那是神发明，不是我发明啊、哦，很奇妙哦。一的三加四或四加三，都是五个字母。到目前为止啊，五个字母，好、哦、对不对？杨曼有没有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你就回家好好再复习一下小学的数学。四加三，三加四怎么会一样呢？一样啊，三加四是等于四加三等于七嘛，而且正好是涵盖五个字母，这叫完全五度，清楚吗？完全五度 ，perfect fit， 完全五度，清楚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好 ，C 到一在音在唱名是在音里是一到一，请问唱名是一到三嘛？一到 G 是三到 F 嘛？一样啊，是不是？你脑筋转个弯 ，C 到一不是一到三吗？一样啊，一到三正好四个半音，三到五是三个半音，所以一到五是差七个半音，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一二三四五不是五个音吗？正好有七个半音，这也是完全五度，清楚吗？是。有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下一次还会再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到你懂为止。我可以，我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是我可以限制到你们懂不懂？嗯。看你们眼神。可以感受到你们听得懂。我们中间还有人有点糊里糊涂的哈，不是糊里糊涂，就是没有听得很真懂哦。就是我知道，就正常的。我再重复一遍哈，涵盖五个音，五个英文字母，好吧？又是七个，这个正好是七个半音。一的三加四或四加三，就是一个完全五度音。好，大家听得懂哦。好了。已经 ready 了哈，好，我今天跟您开始解释一下哈，什么叫大和弦、小和弦？这不是我今天要跟您主持，稍微筛选我们一些衍生出来的哈。好，帮我看一下那个 C 调的主要的和弦，你上个礼拜有大家都有写的嘛 ？C 啊 ，D minor、E minor 哈，这些哈，这什么意思呢？好，第二堂课我就开始现在跟你讲这些，因为你们已经懂了。下个礼拜那我还在吵诶。吵像吵吵长筒饭，还是吵一遍，吵到你们懂啊！我放心啦、啊。今天如果你们还是不是很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好，大家看一下那个 C 哈，帮我指向 C。C 是音领是什么组成的？我写在那边有三个音组成的，什么？从 C 开始。C E G 嘛。有没有人不同意的 C E G 啊？你们眼睛是？看得到吗 ？Hello， 跟我讲 yes， 看得到哈、哦。请问一下 ，C 到 E 差几个半音？四个半音。四个半音 ，E 到 E 差几个半音？三。这是一个四加三嘛？因为一 C 到 E 差四个 ，E 到 G 差三个，清楚吗？下一个礼拜还我还在讲，放心好的了哈。我知道你们可能今天有点快，但是我故意的哈。看看你接受程度多少哈、哦、，C 到 E 差四个 ，E 到 G 差三个，不是一共七个吗？请问是四加三还是三加四？四加三和三加四。这称为大和弦。C 是一个大和弦，清楚吗？好，我们看看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哈、哦，我只是大这稍微引头第四个 terminology，D minor。D minor 前面是从 D G A 开 ，D G A 嘛，有没有看到？哎 ，D G B 嘛，有没有 ？D F A， 不 ，D F A 啦，我怎么糊涂 ？D F A 对不对 ？D A D minor 是 D F A 组成的，对不对？请问 D 到 F 差几个半音？三个。F 到D F A F A F A 差几个半音？四个。四个啊，因为要满足那个完全五度嘛，一个和弦是一个完全五度就对了。好、哦，那、啊、请问现在这是三加四还是四加三？三加四。好，那你知道的话，四加三是大和弦。请问一下，三加四是什么？小和弦。所以我们下面加一个 M。所以你们今天从今天开始离开这个尖叫是说哎，俊男生叫我们一个和弦叫 D M 和弦，可以的。这人家会骂我的，这怎么教的、啊？没有 D M 这种和弦啊，这 D minor。但是我警告你们哦，千万因为上面那个 C。不是 major 和弦哦，不要以为自己发明哦。哦 ，minor 那相对就是 major 哦 ，C 是 major 和弦哦，哪里了哦？哎，以后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要写 C 和弦就好了。
中文我可以让你说这是大和弦没有关系，但英文你不要随便讲说 C major 和弦，这是一个 C 和弦，那你那清楚吗？我没有写啊，我没有写一个 C major 和弦的，只是 C 啊。但是相对有个和小和弦是三加四的，要写 minor 那个 M， 但是不需要写 minor 那么麻烦 ，C M D M 就好了 ，D M 对不对？那 M 可千万不要讲说 D M 和弦哦，一定要讲 minor， 清楚吗？因为是三加四啊，是不是简单？一等三加四哦，四加三啊，清楚吗？三加四是小和弦，大和弦。小和弦。好，那个是四加三呢。大和弦。好，那没我是你们很聪明哈、哦，你们都没有学过 F， 可是 F 下面有没有 M 这个字？没有。所以这个不要以为说没有 F M 这个和弦哦。当然我随便讲了，没有 F M 这个和弦，是 F minor 和弦的哦。这个当然有 F minor 和弦啦、啊，可是我没有写在这里啊。哦，这里有一个 F 和弦，是 F A C 组成的 ，A F 到 A 是四个嘛，四个 ，A 到 C 是三个嘛，所以下面不需要写一个 minor， 清楚吗？同样的 ，G G 是 G B D 组成，对不对 ？G 到 B 四个。B 到 D 三个，所以下面要写要不要写一个 M minor？ 不用，不用。听得懂吗？听不懂没有关系、哦、我今天只是到讲到这里、哦、听不懂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哦、我只是顺便、哦、跟你们都丢一下什么叫做和弦、哦、大和弦我们一般来讲是称为主要你们现在还不懂又变成一个调只有六个和弦、哦、以后再跟你们解释，我们慢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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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跟你们讲说一个调原则上只有六个，这只有六个主要和弦啊，还有其他大大和小很多很多啊，但是我们只现在目前只教你六个、啊、哦哦，六个主要和弦有 C D minor E minor F G minor 跟 A minor 哦 C 调哦、啊、下个礼拜我开始大家开始认识线谱了，你会来个例子，只要你知道你今天如果这个礼拜我要你们要求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C E G F A C C E G FB D F A C 这样背，一定要背，把它背起来嘛，对不对？就朗朗上口就好，不一定要背起来。你就知道我下个礼拜为什么教你们这个。哦，这是认识五线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ip。哦，到目前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机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中间很多人学过吉他，很多有人学过 keyboard 哈、哦。如果没有教你这些，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少人会跟你讲这些。我们接触当中。没有多少人说愿意跟你讲和弦啊，和讲这些东西，因为说实在话，我没什么机会了哦。那我现在是五线谱、简谱、和弦一起来教了这些以后，你自然就会写，就会写和弦的哦。你知道这些道理，就自然就会。只是再稍微介绍一下，脑筋一转弯，你就知道怎么写和弦了。两个月呀、啊，敢不敢相信？两个月以后你会写和弦，保证给人替啊。当然不是一样变成写和弦专家啊，那些写音乐就没饭吃了，对不对？那不行啊，我不能，我不可能这样打扰我经济。但是一般的诗歌，你一首歌不管是五线谱啊简谱，你都可以写和弦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问看看国威，你有没有写和弦的问题？没有。他是现在哪个新的助教？哎，这只是跟大家讲几句话啊。他是上期的。学员啊哈、哦，来帮我问他，他写和弦有没有问题？哦，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啊。他本来是肌肉，哎，我记得你什么都不懂啊。嗯嗯，肌肉啊，肌肉，不要看清自己。六个月以后，你绝对会写和弦的，除非你偷懒哦。就说哎呀，都回去作业都不做，你练也不练，那天太笨。如果你依照我的进度，我会跟你讲今天作业是什么，不会给你们太大压力的，但可以给你们压力。当然了、啊，没有压力都不会进步的、啊，对不对？哦，但我不会给你们太大压力，不会给你们找你们麻烦。哎，国威有没有曾经找过你们麻烦？没有啊！你看他讲那么大声，对的，没有，真的没有啊！就在很自然的情况之下，你去练习，大家引咎也是最重要。偶尔把你们当做学生，我的老师那一事无成，我是服侍你们的哦，不要忘了我是服侍你们的，不是来教导你们的，没有人配合教导。何况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教你吉他，不是在表演闹，我们目的是要敬拜他，哪怕你
唱了一口五音不全的，像我一样也是可以敬拜他，但是你这不能乱弹啊，对不对？但是总是要一个合理的的 noise 啊，对不对？对不对？哦，总是要把弦这个调好哦。好，到目前有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他好像笑得很开心哦。保证你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尤其是不懂序乐理的话，你会给你三点多钟会看到五线谱，以前把五线谱吓得要命，看到五个降记号就吓得要命。我保证，你现在看到五线谱会，现在看到五个降记号会不会害怕了？不会啊，一样啊。那举单举袖，那 C 调为什么叫 C E G 就不叫 C G 就完了 ？C G 不就是差五，就完全五度，就是 C G， 为什么要中间加一个字母叫 C E G？就这个，反正的顺序数都得数到 C D E F G 啊。他一也弹啊，也弹出来。那都得弹，这和弦它这个。这个和弦因为是 C E G 组成的嘛，所以三个都要包括进去 ，C E G 三个都要包括，但顺序不没有关系。顺序没有。有时候是 G C E C E G C C E G G， 但是一定要包含 C E G。一头一尾很重要。啊，根音最重要。我现在还没有解释到那边哈、哦，好，谢谢你，我现在要解释这个哈、哦，记不记得呢？我们现在开始要教你弹了、哦，慢慢就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个 C 和弦哈、哦，琴下乃是首先下去。C， 哪个手啊？你这只手按下去的时候，第一只手下去，哪一只手指头先下去？这三只手指头。你们有没有练习啊？无名指先下去啊。等一下，无名指下去，那个音是什么音 ？C。好 ，D minor。请问哪只手指先下去？中指。好，我们先请一下，第一，你先下去那个音是什么音 ？D。好，以此类推 ，D minor 先下去那个音是什么音？是一。一呀，我是说第一时段下去一定是根音，清楚吗？你们以前如果学过的吉他哦，说好吧，那我们就这样按了，就这样按。那先食指，我们都是通常的有个毛病，因为小指比较没有力气，无名指越来越没有力气，中指可能好一点，食。所以呢，他们就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从食指开始按了，错错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第一个时段呢，第一个时间下去那个音就要对的音，就是那个主音，就是根音。C 的根 ，C 的最主要音是什么音 ？D minor 音最 ，D minor 音最主要音是哪一个音 ？D。E minor 最主要音是什么音 ？E。F 最主要 ，F 和弦最主要是哪一个音 ？F。G 和弦最重要音是什么音 ？G。以此类推啊 ，A minor 的音是哪一个音？哪一个音最重要？第一时段你一定要摸到那个主音就对了，其他你弹没有弹到，就过去了。那如果你根音没有弹对呢？人家以为你弹错了。哦，如果你很高干的，你别说哦，你是很花俏，怎么每个都花俏，这肯定是错了，对不对？其实 hit point 没有，因为 hit point 现在有点困难。你要练习哈、哦，我现在一步一步教你们的，哪一只手下去，你第一次时段下去，你摸到那个根音了。那没的话，这个和弦本身第一时段第一个时间下去，那个音下去就已经最重要的音就是根音了，清楚吗？嗯。以此类推，有时候有一两个例外，那是因为人体的原因，我们都研究过了，很多宇宙上的研究来得下去，我们都已经收集这些资料，已经有一段期间，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害你们的哦。有时候有一点点例外，很少，但原则上都是第一手这个手先下去，但时段下去呢，第一个下去的时候已经是摸到那个边了。这以后奠定你们要去学古典吉他的一个基础，还有呢，以后会教你们分散和弦，啊、哦，分散和弦哈。哦你第一个手摸下去就已经知道那个主音在哪里哦，一定要摸到那个主音，不然的分散和弦不晓得弹什么哦，一定要知道那个主音在哪里，那个根音最主要音在哪里，第一个时间下去就是要对，清楚吗？现在有没有问题啊？也问你个问题，你说根音是哪个根字啊？根是树根的根，树根的根。哎 ，root note。就是一个和弦的一个 root note， 就那个就是那个根音最主要的音哦。Thank you。哦，目前有没有问题？三个。
下面的 A 按 A 麦二 A 跟三 A 都一起按，对，一起按，所以一起按已经摸到 A 了。跟 A 哦，是这样。对，一起按的时候，你第一次时段，对啦，第一个时段下去一定有包含那一个。两个是一起就对了。对对对对，好、哦。还嘞，有这个礼拜呢，你们一定会碰到两个问题，我一并解答哈、哦。你们有没有发现 D 麦的第一条线为什么一个打叉叉？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可以开始考你们了。D 麦的第一条写为什么打一个叉叉？有没有原因自愿？是不能弹了，别弹那条弦啊！不弹那条弦。哎，对了，为什么不能弹？因为那条弦音不对啊。那讲大声点没有关系啊，为什么第一条不能弹？啊、那条是一啊。那条是一啊，不在那个和弦的音的里边啊。请问一下 D minor 是什么音组成的？是 D A 有没有包含一？没有，没有啊，所以那一条弦不弹。但是呢，我们初学嘛，你们弹了没关系哦。但是如果我现在有机会开一个中级班哦，那里面他千万不能再弹那一条哦。五条就是五条，六条就是六条，你不会马虎的哦。专家一听就知道你弹到那一条了，不可以。但是呢，我们初级没有关系，你就尽情的弹六条吧。一拍刷下去六条，没的话。第一拍的也刷到六条没有关系、哦、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不太对的、哦、但是没有关系，还好，因为他跟第一个一差一个，你们以后慢慢知道。我有时候讲这些东西、哦、你们听了忘了就算了、哦、因为低到一差一个也差两个半音还好，如果是差一个半音的，差只差一个半音，差两个半音还好，差如果差一个半音的话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可以，那是完全不和谐的，差一个半，差两个半音。还可以，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哦，听清楚啊、哦、，D minor 第一条弦是照道也不能弹到，但是我们初学嘛，我们不能照顾那么多哈、哦，我们就说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一条弦来弹，好，清楚哦。有没有问题？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哦、啊，有些人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有人问，不出所料，很好。如果你这个礼拜我问大家你学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如果连一个人都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我会稍微有点怪怪的。还好有两三人问我这个问题，感谢神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人问我说，鸡为什么要两只手指头一下放下去，第一食指跟无名指要放同一条弦？啊，明明是redundant的啊！你们有没有觉得redundant的？应该是你当成啊，对啊，有人讲你当成的没有错啊。可是我故意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很多网站会教你 G 哈、哦，是那个第二这个地方不，这个地方不弹哈、哦。哎，各位帮我指一下，因为我看不到那个 G 哈、哦，这一条嘛哈、哦。哎，不是有两。按两个，一个手指头，一个食指，一个是无名指嘛。我看我不要乱跑啊，我就请这个国外帮我指就好，我不要走来走去嘛，太危险了啊、哦。好，有没有觉？你们有试听看看，试弹看看？如果我食指不按的话，有没有按音一模一样？大家试看看，肯定是不是？大家都肯定是不是？是，肯定吗？肯定哈、哦。那为什么要按那个弦？那为什么按那个食指？有原因的哈、哦。因为呢，跟你讲这个答案，我如果把这个无名指拿掉呢，那也是一个和弦，那叫 G7 和弦。以后也教你们什么叫 7 和弦，这在乐理上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哦，来你们听听就好了哦。这个以后我之后再跟你们解释什么叫 7 和弦，哦，清楚吗？哦，就是说这个四只手指头下去呢，它是 G7 和弦，那因为四个指头下去呢。比三个指头更有力气，所以我就拍地准备，你们一口气按四个地方，四个 position。如果呢，如果把那个无名指拿掉，哦，那个无名指哈，帮我指一下，那无名指拿掉，那个地方拿掉。下面的。那不是无名指，小指。好，小指拿掉，那是 G7 和弦，清楚吗？所以你其实已经学两个和弦了啊，好，清楚吗？哦，所以 G7 经常使用到哈、哦，所以呢，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哦，好，到目前为止还好哦，我们开始来练习弹诗歌哦。今天我要开始教你们第一首诗歌，叫《是这份爱》。每一次呢，我
我第一次弹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刚开始学吉他不久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是个老古板，有点老古板哦。每次我都认为要唱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才是正点，对不对？唱这你是这么来，好像有点肉麻。这唱干什么？要唱流行歌曲，我有点看起不起这种人，你知道吗？结果有一次呢，不晓得天威是以前不是我们小组长哦，是不是让他当小组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这当中认罪悔改，你知道吗？哎呀，我真的很 shame， 为什么呢？唱歌也可以感动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好，中间如果你们还是有跟以前有一样的观念啊，我建议你改过来。好，我们国剧啊，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传福音的管道，不一定要教会五百首诗歌才能感动人，这种诗歌也感动人，大家听不清楚吗？我们放下身段，接受任何的福音管福音的歌曲，哦，少数民族那些咿咿哇哇黑人的歌曲我们都接受，我们只是不习惯而已。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我们今天乃是不太来敬，我们是目的是在敬拜神。每个民族所唱的歌曲哈，它曲调不一样，我们要接受它。哪怕是很像流行歌曲的这些诗歌，太美了。你不要以为这首歌感动多少人啊！啊，我实在是要找第一首诗歌要教大家，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跟你讲哦，我每次要教大家学吉他哈，我真的很难找到第一首歌要从哪一首开始。但后来决定这一首，我觉得 it's right thing to do。你们。啊，帮我看看那是真的。来，你会发现这首歌有个特色，有没有大家猜看看这首歌有一个特色是什么？重复 C 和弦都是 C， 少一个什么和弦？你们没有学到 F 哎，这是给你个点哦，一首歌没有 D 四，没有 C 调，没有 F 和弦，那简直是一百首找到一首而已哦，太少见了。请问一下 ，F 是第几音 ？C 调来讲的话 ，F 是第几音 ？C 四个第四音啊。四音。那请问一下 ，F 是第四音跟第几音跟第几音的合起来的音？四六一啊。四六一。表示这首歌很可能连四都没有，第四个音都没有啊。这岂不是很奇怪吗？可是可以做出这样好听的歌，我觉得省了一倍我没听他完，因为第一次教你们就是有 F 的歌，大家都真的是实在是愁眉苦脸哦。这是给你们分点，第一首歌保证没有 F， 第二首歌有可能不能做这样的保证了，没有了，所以还在度蜜月哦。这个月这首歌给你们三到四个礼拜的时间学习，你们学还不会的话，我们忘到那下一首歌了哦。那如果会的话，你会觉得啊烦死了，怎么就是这么难，是这么烦死的哦？没关系。大家都尽量把它学好，对不对？然后差不多在下个月之后，下个月会这个月底开始就第二首歌。我这半年之内会教你们三四首诗歌，哇，多不多？多，很多还是很少？太少吗？三百吗？太多了，三百不很多还是少？太多了 ，missing impossible 吗？当然 ，missing 有点 impossible， 但是你们大概会弹至少十首诗歌到二十首诗歌，同意吗？国威同不同意？同意，同意啊。你就会啊！我教他们三十首诗歌哎，还教他们作曲哎，敢不敢相信？他们所做的歌曲啊，你都以为是他们是professional做出来的歌啊？你相信？我给你个概念，慢慢的给你的概念，怎么作曲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神会赐给你的诗歌，但是我不能乱做啊。我们每个都不可能像小米一样啊，神就跟你结给你，哦，就没有受过的音乐训练哦，就可以写诗歌。我们不能一起这样子，还是要给你一点音乐的教那个训练，学歌曲就比较简单嘛。我们上一期就分两组啊 ，group project 啊，做了两首诗歌啊，你们很惊奇啊。Let me make it， 相不相信？相信。对啊。这半年会 keep you busy 哦。如果是觉得太 easy 的话，跟我讲哦。但是也放心好了 ，keep you busy， 你一定要练哦。好了，到目前为止哦，理论教到这里哦，开始要正式要谈的哦。By the way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在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要求你们能够站起来弹，就站起来弹。吉他是站着弹的，不是坐着弹，可能只有我一个意外，因为我看不到。我如果我
我站起来的话，我现在慢慢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可能这一题我是可能最后一题哈，因为我实在是看不到。好，那我可能要 demo 唱什么歌，我要坐下来，可能只有我一个有 EQ 是说你可以坐下来，你们尽量要站起来，因为我是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出来带敬拜。大家就会祝神堂吗？你可以啊，我没有意见哦，怪怪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敬拜的时候，说实在可以跳舞的哎。你不要以为我是个男人哦，还可以进来跳。我跟你讲，我弹吉他真的是很想跳舞，很奇妙的事情，让你痛哭流涕、认罪悔改，神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借着诗歌。当然哈，神的话也是最重要。但是呢，神借着诗歌向你的心说话，那是对我来讲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是完人啊、哦，我们经常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做什么错事啊？诗歌有时候感动我们的心，哈、哦，这是在我来讲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要怕说你唱的不好听，哈、哦，所以我要求大家站着看，好、哦，尽量哦。那如果你还是 comfortable， 要三个月以后才我不会强迫你的，哈、哦。那你说你是自娱，不想带以后带敬拜，那没有关系，都你以后即使想自娱的话，站起来弹也是比坐着弹好了，哦，有没有问题？那从今天开始我开始教你们弹诗歌，对不对？那下个礼拜我就开始听，我一个一个听你们到底弹这声音怪怪，我就开始要指正你们的手的错误。我会给你一两个礼拜哈、哦，就是去熟悉这些手势嘛，哦，这些啊，但是呢，接下来就要开始注意你们的动作啊、哦，动作我会注意。我们班级比较大，所以有原则上至少要有助教的帮助，我两个天来两个更加的推选，好、哦，好，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开始要谈的、哦、好，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哦，因为我这个课程设计是不是我 syllabus， 我们所谓的音乐没有所谓的 syllabus 啊，有教吉他哪有 syllabus， 因为根据你们的进度，你们进步的情形，像上一期很好哦，进度实在是很好，蹦蹦蹦蹦，所以我越教越多，越教越多，越教越多，对。但是呢，如果是情况不是很理想，我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有要针对你们的情况来设计这个进度，我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哦，也不能说永远等着二十个大家都会是这份爱，我们才来教第二首，那已经半年就不见了，哦，不可能的事情，哦，好，你们觉得呢？你们回去这个礼拜内，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大概是有一个印象。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知道说 C D 麦了 E 麦了 ，M 不要算 G 跟 A 麦的都大概知道，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知道在哪里了嘛？哦 ，Roughly， 我不是说你一定很熟，对不对？有没有说还是搞不清楚，实在是太 confused 了？你实在是一筹莫展，有没有这样的举手？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有没有说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有没有这种情形？没有哦，好，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来谈哦。那今天我要教第一首诗歌，叫《是这份爱》。那这份爱呢，这首歌我会教他，顺便跟他讲怎么去读我这个，这是最标准的和弦的和弦谱，最标准的，所有的因素我都考虑到了，我做事情非常仔细的，哦，不会跟你们一一解释哈，你们不要认错哦。啊，有些你会看网上一些吉他谱呢，你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你没有对齐啊，不对这个，对不折又对这，或许没有写什么调，或者说这是强拍起手，弱拍起手，那可以了，我全部都弄得很清楚了哈、哦。啊，我这个呢，等一下我跟你解释哈、哦，清清楚楚的，我不会跟你们不会觉得说无心挖不知道干什么，不会的哈、哦。那你有问题，当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问我哈。哦，那第一步呢，我要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 C D 麦的 E 麦的 G 跟 A 跟 A 麦的哦，大家练习的情况，我一听就知道了，就你们大概这个礼拜的进展怎么样哦。但是今天是跑不了，一定要教你们是这份这首歌，哦，所以今天这个礼拜的作业是让你们要跳的，要把它背起来 ，C E G P D L A C E G P D L A C 哦，把它背得很熟，背得很熟以后呢，下个礼拜就开始教你们认C 调的谱了啊、哦、，C 调的谱，啊、哦，其实你 C 调懂的话，真的知道 C 调怎么认谱的话，你大概已经知道三分之一的这个五线谱的知识已经知道三分之一了，啊、
不要小看自己，已经知道很多了，只是说把一些最重要的跟你讲，那其他的也不重要，不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今天不讲，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最后差不多四五十分钟，我们就开始来谈了，好，就打开灯了。我差不多前半段了，我都一定跟你讲粤语，前面两三个月都是这样子，一直讲，讲到说我这个没会写和弦的，我放心了，我慢慢就减少，就开始练习时间越来越多。到第四个月、第五个月，我们差不多上课一个半钟头，那一个钟头以上都差不多在弹的，你那时候就不会觉得痛了，一直弹了，一直唱了，有三十首诗歌哎，所以很多的好。我们就来练习哈，好，你尽量哈，我要你们呢，尽量不要去看看其他，凭你的感觉哈，那个 C， 比如说你要弹 C， 对不对？哦，你就按下去就啊，我们为了大家方便，因为这首歌呢，我们等一下弹《是这份爱》呢，是夹，就夹两格好了啦哈，大家都有拿 keyboard 来吗？有没有拿？没有拿来的，忘了我不会怪你哦。好。好，在你们夹 keyboard 之前呢，每一个都上个礼拜有六把吉他不准哈，今天得让我听，这个每一把吉他都让我应该看看你是不是到底准哈。我没有办法100%但大体上如果你太离谱的话，是我一定就知道上个礼拜有六把吉他不准哈。老大，你就从这样一个顺序哈，其他你都不要弹哦。从这样的顺序哦，从夹子开始，然后 Tony， 然后就杨帆呐，夹着吗？不要夹，都不要夹哈，夹的话就更听不出来了哈，然后就这样哈。好，但是从夹子开始，就表显就这样哈，不要太快，不要弹，其他人不要弹哈。好。有一条是一样，有一条不准啊，有一条不准啊。好，但是那边好，接着 congregation 是经理粉吗？不是，余涵啊，余涵，余涵是不是我？你是不是上个礼拜坐这里啊？对。所以你如果固定的话啊，我现在只能那没关系哈，没关系，经理粉在后面啊，好。准了哈，有一条不是很准，然后可以的。OK， 好。他的吉他真准啊！真的，好吉他。是不是？好吉他。是谁帮你调？自己调，第一次。多少钱一把？千五是不是？给托连拉斯一个，再弹一次，差一点点，没关系，好。好。不是弹大声就是。他真的蛮准的，轻重都没有关系哈。好 ，OK。差一点点 ，OK。好 good。Very good。大声点，不要害怕，不要害羞了啊！不要，调写下去。好 ，OK。差不多两三个不是很准 ，OK。Better than last week。好，可以。好，那我们就夹两格哈。好，夹两格哈。对吗？先分，对，我有，好，开始弹了哦。大家热身运动好了以后，就开始要教你们弹这是这份爱哦。好，我们玩真的哈。好，大家请坐着哈。他不是夹子，不需要站着哦。你看不到我没关系啦。后面人看不到我没关系哈。好，我们就是第一拍嘞。重又调节，问个问题啊，夹子要夹在那个盒上，还夹在盒的？夹在那个铁片上，不要夹在铁片上，夹在铁片的上面。上部啊，上面啊。
旁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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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
好，可以了哈、哦。好，可以。好，我要求大家，不管你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练多少，尽量不要看你的吉他。你看吉他，看越多，学越慢。他变走哈、哦，不要看，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 C 是这个音，你经常做，你已经知道是弹错了。哦，就说你已经知道那个音，所以弹错你已经知道，练习的很多，清楚清楚吗？哦。不要看哦，尽量不要看。那如果你看，我也不知道，我看不到你，因为你看，你看的话，我也不能怪你说你又不要看，那尽量不要了哦。哦，那我们就，好，那国伟的声音比较大，对不对？就在那边喊 C， G， 啊不要 G for girl 不要讲 G， 因为后面听不到到底 G 或是 C 哦。哦，好，用麦克风好了。不要。你大公音鼓的声音够大吗？可以。可以哦，他不要太大声哦，把他吓跑了。好，我们 C 啊，从 C 开始哦。那每一次呢都是弹四，第一拍最重。大家请听哦，我上次礼拜一，这我跟你学吉他最重要、最重要，右手是在节奏。节奏是怎样呢？通则是这样，第一拍是最重拍，第三拍是次强拍。但我们初学没有办法，你没办法考虑到那么多，太难了哦。所以呢，我们就强肉肉肉，清楚吗？强肉肉肉，不需要强肉强是强肉，不需要说强肉肉就好了。每一次肉呢，你就弹高音三条就好了。哦，高音三条。哦哦，不需要弹到六条。说第一条第一次的强音呢，那个音强快的部分呢，弹六条弦。哦，那有些歌呢是第一拍的时候只能弹。是高音三条弦，那是以后的事情。我目前都是保持第一拍都是弹六条弦，清楚吗？有没有不清楚的？哦，我先这样，大家请听好，这样。哦，第一拍是重拍嘛，哦。二一，大家心里要数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是这样子哦。接下来是这个是错的哈、哦。哦，声音要小一点哦，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哦，这样子，大小小小，哦，清楚哦，好，就开始了，好，啊，来来来来，啊，好，好，要开始了 ，C 哈，来，大家听我的节奏不要太快太慢哈、哦，好 ，C 开始了，一二。看吉他，不要。一二三四，你看前吉他就蛮好的哦，就很合啊。我们有差不多20把吉他很合的。二三四，二三四，不要太久啊。我们要合话吗？不要连话。来一过来，我们来一过来。来，那个大声的好，那连说，有时候快，有时候。要快一点哦，哦，不能弹二十次那么久啊，哈、哦，哦，他想 G 的是，对 ，C E G， 不要 F，C、okay, E minor、okay. E minor G A minor， okay, 先不要 F，OK，OK，OK，、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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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开始 C 吧 ，C， 那 C for cat，C for cat， 哦 ，C for cat 还是什么 ，C for cat， 哦 ，cat， 好 ，OK， 好，大家听得懂那英文哦，好，好 ，C 哈，好 ，C 二三四。1 2 3 4 1 2 3 4 1 2 3 4，鸡口哥，他一讲的话你要马上还哦，不要看吉他嘛，啊，你弹错了没有关系哈、哦，我不说没有关系啊，你表示你听错，你自己听你知道你弹错了要回去练习啊，好，鸡口哥来，大部分都对了。大声音没有关系哈、哦，大声音没有关系，只要
好的，请看了，看一下，看一下就好了，看一下，其他就好了，不要看太久啊。固定以后就可以换了。一万人。到 A minor 就不需要再离开了，再找了，不需要哈、哦。是这样子，是 C 的嘞。把这只手指头直接放上去就对 A minor 了。啊。哦，这是 C 的嘞 ，A minor C A minor C A minor C A minor， 清楚吗？哦，不需要放开，因为有些有 tip 就有 tip， 没有就没有。哦，这是 C， 这是 C 的嘞 ，A minor 就不需要再放开了嘛，再重新找不需要。是 C 对不对 ？A minor 就直接几只，和那个什么，音直接上去，跟紧跟在中指的后面就对了。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tip 哦。哦，这样。哦，大家听得懂吗？有没有听不懂的？哦，所以等一下就练习一下 C A minor C A minor。哦 ，C A mino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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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inor， 清楚吗？有没有听不懂的 ？C A minor， 这 C A minor C A minor 啊、哦，你会的话就觉得很烦哦。好、哦、，C A minor C A minor C A minor 啊、哦，好，我们练习 C A minor C A minor 啊。有没有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 ？C 嘛哈、哦、，A minor， 换下来，好。啊，你说了，我自己感觉上 C 呢 ，A minor 是在那个sorry， 没关系的哦，是我错了，忘了，那个什么，无名指是在中指的后面就对了哦 ，C A minor， 这 A minor， 大家知道没有？不要喊，不要唱，
板子做的，哪里看得很清楚哦 ？C A minor 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E minor 很简单哦 ，E minor 从两只手同时下去 ，E minor 就这样子哦 ，E minor 就得从两只手同时下去的，就 E minor 这 C A minor 嘛 ，E minor 就这样子哦，就下去。E minor 稍微难一点哦。好，那再过台下一道就有空跟大家看看大家手势的这个啊，好不好？正不正确哦？因为现在你还要这首歌一练就知道你们手势，有些手势不太对，我要开始就是今天非常多时间哦。那目前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弟弟有问题吗？啊，有没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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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开始来教那个师尊和爱了。哦，差不多半个钟头，23半个钟头。我们开始教你们这首诗歌，在教你们这首诗歌，要开始你们认什么叫这个所谓的和弦谱哦，因为你们都一看就知道，我都弄得很清楚了哦。那这个和弦谱是这样写是很好的哦。来，我几个地方要跟你们讲一下啊，把灯关掉了啊。不然你们不知道你要弹什么、啊，来，将关了。大家仔细听着哦，你一定要听看得懂哦，不然你不晓得你要弹什么哦。好，第一个呢，帮我弄个纸哈、哦。这个哈、哦，有一个四四，有没有看到四四？有。左边那个四是一小节，有几拍？四拍，就打一二三四。右边那个是单的 major， 在这只在用在五线谱。哦，而且这个简谱没有关系啦，哦，反正最重要是左边那一个数目字四，这首歌是从四四拍翻译过来的啦，哦，哦，所以左边那个是对简谱才有意义，右边我已经把你翻译好了，所以呢右边这个数目字没关，大家记得，只要左边那一个数目字是四，是一小节有四拍的意思，到目前有没有问题？一小节有四拍，听得懂吗？一个小节四拍一个循环，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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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清楚吗？永远都是这样子。好，好来。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节奏符号。好，这节奏符号啊，我不是箭头往上吗？不要 confuse 哈，那箭头往上是低音往高音，这是正从的。吉他的节奏符号能不能改变它了？有些人说 up 啦哈、哦、，u， 你现代有人发明说 u， 那个 u 跟 d is down 没有关系啦哈、哦，都可以。这 up 的意思就是说从低音到高音，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会不会 confuse？ 好，我的吉他，我的吉他呢？这 up 哈、哦，你绝对不会把它解释成这样子嘛，不会嘛？我弹给大家听哈、哦，对不起，我脚哈、哦。我不太喜欢做这种动作，但是对不起哈、哦，有点不太好哈、哦。这样子哈、哦，大家看着哈、哦，这个 up 可不可以这样弹？没有，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能啊！我的意思就是从低音到高音嘛，所以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这样子哦，没有这种节奏啊，清楚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箭头的意思。往上的意思不是你的手往上，而是从低音往高音弹，清楚吗、哦？不行，和以后有新的人跟大家讲哦，这是我第一个第一个和弦的话哦。好，没有了哈、哦。好，接下来呢？或是节奏有好几种哦，弹法啊哈、哦。那我们今天就弹第一种就好了，哦，一拍打一个，那就要说弹这首歌要弹的要唱的话是一拍打一个。1 2 3 4 1 2 3 4 1 2 3 4，这样就好了，好、哦，好，还有嘞，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有一个写一个英文字母啊 ，C 啊 ，A minor 啊，嗯，除了 A 这首歌除了 F 之外全部都有了哦，嗯，哦，所以没有找你们麻烦了、啊。啊，你们不说好、啊，那干脆我们就全部都用 C 来弹，可以啦。那当然好这样子，但我说只会 C， 全部都一 C 到底，太难听了。你要不要听看看一 C 到底 ，C 到底的歌？我
太难听了，惨不忍睹啊！啊，不要拖懒哦。这是 basic 最基本的 requirement， 一首歌一般来讲至少五个，只要和弦都要有八个。一般来讲啊，那有些歌不是这样，你见到没 ？Yes， 五个或六个都基本都有在里面哈。所以你们看到 F 是给你恩典哈。好，请问一下哈，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呢，随便一个。哎，还没有，就是这个写 D minor， 接下来看到这个字是什么？我看不到，那是什么？主，那个意思是在说，你看到主的时候，这和弦已经换好了。好，意思就是说，我们看第一个哈，如一左向十。你在弹的过程当中呢，十的时候呢，已经 A minor 了。十，好，就这样弹哈，我弹另一个给你听哦。啊。是十分的 I 对不对？好 ，I 呀 ，I 呀 ，I 是 C 嘛，哈，好，这样子 ，I 就已经，假设说我现在在 I 的时候呢，是这个 I， 这样清楚吗？嗯 ，I 不是要带停哦，不是这样弹的哦 ，I 不是这样子，也不是 I 不是这样子，那都是和弦符号都不，符号都不一样哦。我是说，你看到这个是马上弹哦，中间都没有写任何字，那个字你把它输，那个字是在那个字的上面就对了。那写在上面的话太浪费空间了，就这样写。哦，清楚吗？所以是这个，是这个，清楚吗？好，那接下来呢？十对对，是这个。的时候就十就下去了，都清楚吗？不能停的，不能停。另外的在你，你说的啊，我忘了 A 麦的吧？我现在已经唱完了，你还在这边找 A 麦的，找不到，马上要买一过来。好，这样就下去，就下去了，就下去了。那我写在那边，就是那个音就要下去了。好，那你会担心说，那你到底是主音左下到底几拍 ？Don't worry。好，我下面哦，下面哦，这有两个 link。第一个 link 是 YouTube， 如果你不会唱这首歌，你要听个一百遍随便。我两个 YouTube 啊，现在可以不会忘了，好不好？不用可以。这两个，你们大家帮我指一下。我们看到两个 link， 第一个 link 总是 YouTube， 所以可以，你就可以，他就会唱给你听。你这首歌不熟的话，你就一直听，一直去听到你熟，你才来练习。那如果好了啊，这个到底是主你指这么的 I 主你左下，当然这几个全部帮我指上看 I。主你左下一共含在四拍，对不对？那你担心说啊啊啊，到底是两拍半还是怎样？如果这种问题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把这首歌听熟了再来学，自然就会了。差四分之一拍、三分之一拍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你唱的顺哈、哦。不顺的话就是参考简谱，简谱是在第二个 link， 帮我准备。对，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如果认为说、啊、到底是半拍。那是几拍？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去看那个第二个 link， 你可以就知道那个简谱在哪里了。哦，清楚哈、哦。所以呢，你要听有了，要看都有了，接下来就听看你的了。哦，都帮你准备好了。好，接下来你一定会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刮胡的，有几个地方有刮胡。哦，有没有看到有刮胡？这什么意思呢？好，帮我左国威，你第一个夸胡在哪里？这里，是什么？对，好，这个那个什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大家请听着哈、哦，因为一小节有四拍，对不对？夸胡的意思就是把它拆成两拍，两拍写一个和弦。原则上我都一拍，让大家方便。一小节只写一个和弦、啊、但是如果写每一小节只写一个和弦，又有时候太 boring， 所以有时候一小节有四拍，把它拆成两拍，第一个两拍拆写一个和弦，第二个第三拍跟第四拍写另外和弦，这种情形呢，
第三拍跟第四拍的和弦要把它刮胡，表示说这四分四拍中的二分之一是几拍？两拍。对呀、啊，哎，怎么大家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睡着了？我看不到，一小节有四拍，对不对？对，拆成两半，两半是不是二加二？所以那个刮胡里边那个啊，还是什么？G 对 G 哈，后面有什么字？圣的声，对不是？有没有读错？圣的声一共两拍，清楚吗？哦。同理呢，这个前面圣的声前面有主峰，是不是？主峰也是两拍啊。那边如果聪明的话，为什么主峰没有刮胡？什么原因？是因为如果在刮胡的话，你会乱掉。为什么呢？因为主峰的话，你以为是第三拍跟第四拍，我没有刮胡，是因为它是主重拍的位置。所以只要没有刮胡的地方，全部都重拍，清楚吗？我没有写刮胡的地方，全部都要重下去就对了，对。那如果刮胡那边不应该太重，我唱一次给大家听啊。啊，比如说这种，就像哈，就是那个刮胡那地方不应该是应该第三拍、第四拍不能唱重拍。也不能刷六条，清楚吗？只能刷下面三条。嘿，只能刷下面三条。嗯，懂不懂？懂了，懂了哈。哎呀，太累了。我给你想看看哦，我们有二十把吉他哦。我们这个班呢、啊，这个完了以后，我如果大家学的情况不错的话，我们有两次聚唱。哦，那第一次今天不是快，就是大家拿吉他来。最后一次呢，我要求大家都把吉他带来，大家一起弹。啊，那很美哦，你可以难以想象，啊，真的是美哦，个人是真的很喜欢的哈、哦。我们上一次只有八把吉他，我觉得很美了，当然不是说弹得很好，把握不好像 perfect， 但我们真的很研究了。啊，一般来讲平均都有十几把吉他，上一次稍微少一点，八把。这一次呢，我希望大家都能 survive， 哦 ，survive 有二十把吉他那不得了了，哦，那真的是实在是很美，哦，好，那有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解释完了这和弦谱的已经很标准了，太标准的和弦谱了，一般来讲不会写得这么清楚的啦。我有个问题，俊南老师，前面的诗这份这三个字是是这哦，那我还没有讲哈，是那是弱拍起手的歌，所以你在弹的时候是做所有的和弦都不要弹的，没有关系，弹 C 也可以，因为什么呢？这一首歌是 C 和 C 调嘛，所以就用弹 C 就这样弹好。这是 minor 哈，你知道。就说呢，你在拜师哥在弹的时候呢，哎，对，有事弟子出去要走哈，就开始了弹的时候，你看这首歌是 C 嘛哈，所以你就要弹 C 了，对，都懂得弹 C 啊，但是不要唱，对不对？啊，是这份爱，这样子一种弹法，对不对？我都没有弹啊，是这本啊，这样比较简单，对不对？你可以一直弹啊，啊，是这本来我都有弹啊，没有关系，只是爱的时候你要重拍，是这本啊，清楚吗？哦，所以它是弱拍起手啊，什么叫弱拍起手？强拍起手，不要再跟别人讲哈，那怎么叫怎么记？第二五那个弱拍起手的歌，要在乐谱怎么表达，以后再跟你讲哦。这在音乐上都很重要。那为什么这样写，以后再跟你讲？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先这首歌是弱拍起手哦，清楚哦。好，这个礼拜呢，这个 homework 呢，我会编一次唱给大家听哦。那一菲也会唱，我们一起唱哦。你们中间有没有会唱这首诗歌的？应该有好几个嘛哦。我们一起唱，你会唱的唱大声一点哦。然后我颠我一次，哎，你们看看哦。你看用这么简单的节奏可以弹出，我不是说我弹得多好听，不是这样，我们最主要是要敬拜神，颠我敬拜神，看得好不好？那这么简单的节奏就可以弹出很美的诗歌哦。我们不需要花俏哦，不需要去表演，不需要刻意去表演，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是要自己哦啊，弹诗歌来敬拜神，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神哦。好，那我们开始 demo 这首诗歌哦。会唱的跟我一起唱，一杯还有助教一起唱哦。好，等一下用电脑，我上看我唱不唱。对，小组的合作。那个电脑再来，好，好吧。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不行，很难。没关系，反正我眼睛哦，如果弹错的话哦，唱错不是说我不会弹啊，也不是这样，就是说我真的看不到哦。好，再好，那你会唱，一起来唱啊。好，对，好，我们一起来唱啊。你们可以看看边，我可以看这边，是吧？可以哦，你们看看边哈，我看这边，是吧？我应该可以看得到。Harry 可以看，好，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哈，这首歌是这样唱的哈，好，大家请听啊。我再问一下，大家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啦？玩真的，玩真的。Never too late 哈，如果你认为不是玩真的话，你离开这里，我不会怪你。哦，不会啦，玩的，玩虚的，必须没礼貌。哦，玩真的哈。开始要教你第一首诗歌了哦，这首诗歌你这个星期学，我一起不是每个人都学成的，不会啊，不可能啊。但是你们只要把那个，我还忘了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每次一首诗歌都有一个我看不清楚什么颜色，我没有办法分辨什么颜色，基本上是一个绿色跟一个橘红色，对不对？对，是橘红色我不知道，好像橘子的颜色吧哈、哦，有没有看到了？如果你看不到，是你眼睛比较差吗？一定有啊哈。哦好，一定两个颜色，前面那个颜色是主旋律，后面那个是副歌。那因为副歌的部分呢，是要唱的比较激动一点，清楚吗？是不是很简单？哦，哦，所以说用颜色来表达都很清楚了、哦、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哦。好，那如果你很快就会了，唱的。有点烦也没有关系，要等其他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课是为了大家，不是为某一个人哦。好，好，来唱这首诗歌啊。好，就这样唱啊，开始唱啊。是这份爱，终于走向世上。是这份情。感情生命是这个爱，你默然无言，是这份情，是你爱我到底。刚开始练的时候呢，是一二三四，你一定要练。你口诀没有的话，你会加长你练习的时间。你一定要心里默念一二三四，都帮你写好了。英文字母一下去呢，十二级已经要重，快要下去了，我就帮你弄好了，所以你不会慌，也不会惊，也不会吓，都不会。哦，对，只要没有包袱，必要请问都是重快和轻快。
没有挂谱地方请的正拍的轻拍，有挂谱地方是轻拍的正拍，轻拍，好，那其他就画一二三四，一二三，然后加一点味精，加入点感情啊，不是像唱是这么爱，不是乱对不乱唱的哦，带入感情，享受那种音乐的美，还有享受歌词的美，还有就是思想组合爱，这是我要的。真的好清楚哦，那清楚吗？好 ，You can make it， 因为 a lot of people already make it， you guys can make it， 懂吗？不管你多聪明，都可以的话，其实有没有比较有信心的？有。他都说有了，没有问题了。因为他是算是年纪比较大，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不要讲他们年纪多大。年纪比较大的，我可先问，每一次我到一个所谓的 baseline， 这 baseline 什么意思呢？我会问他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送大家都没有问题的。那 baseline 就是以他们有一个标准嘛，哦。你有问题吗，弟弟？哦，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88岁的来学习，那我问他说你没有问题，如果没有88岁都没有问题，我们。对，18岁的刚好没问题，好，哦，38岁没问题，好，哦，这样，哎，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年纪稍微长，练习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只要是年长没问题，年轻的就没有问题，好，哦，好，哦，有没有问题？好，开始练习哦，你会注意哈，哦，第一节呢。你只要这个礼拜只要练那个绿色的部位，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你尽量的这一首歌全部把它唱完，哦，那个你不要担心说是这么爱注意左向，注意左向，一般来讲呢，哦，不会太离谱，应该都半拍了，应该都是这样的哈，哦。那如果是半拍，请一下那个爱是几拍？应该是两拍，但是我建议不要去刻意去数说哦是两拍以后就开始来唱主歌，当然了，你要这样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你就把它唱自然一点就会，这首歌你熟的话你就自然会弹，我的 point 在这里，如果你还要再数几拍的话，我建议你呢去听 YouTube 比那个看简谱啊，当然有些人比较习惯看简谱哈，哦，那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我要是我你的话，是我是你的话，我是会第一口去多听几遍，前面多听几遍，哦，清楚哦，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信心啊？有，至少要有一半的信心哦。好，有没有问题？大家都不说话。好，我们练习看看哈，哦，你就来。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遍。大家不要弹，我知道你不会弹，但是你一吸到底。一吸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吸到底就是说让你知道一下吸的时候呢，是不是改的时候，你吸的时候 A 麦的你来不及换，对不对？就不都能吸。如果你全部都不会，直接吸吧，全部吸哦。我只要带你练习节奏，听着清楚吗？清楚。我喜欢这样。对，真的，大家准备好了。非常难听啊！结果结束了，我也是知道，真的难听。但是我都受得了，你们我相信你要受得了。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看到 C， 哎，欸，不会了，赶快按大声一点。一般的会，赶快按大声一点。一般的不会 ，C 吧？对，但我跟你讲很难听。哦，还有一般的，我忘记了，好吧，就 C 吧。哦，那你还记得 C？ 哎，欸，一般的没关系。所以只要是让你练习节奏清楚吗？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教你什么，教你节奏，只要你唱下去，大家看到那个字母，大家要看，现在是要看你，不是看吉他的时候，要看上面的时候，大家都唱一遍，唱出两遍哈，哦。然后呢，我看看今天是什么样子，非常不人情哈，没法子哈，哎，这是我可以接受，已经心里准备好了哈，很难听的，没关系哈，哦。然后大家听懂没有？你如果是对吸手的话，全部吸到底。如果你 C 跟 E minor 手的话，看到 E minor， 我会了，赶快换 E minor， 不要等啊！不是人家就是 E minor 弹完还在回来 C， 你还是 E minor 哦，不是这样子哦，清楚吗？清楚，你试看看啊。C 到 A， 现在 A minor 比较多，至少 C 跟 A， 还有 C J A minor， 请你们 A minor 比，
管。记得 C 这种也要用 C A 麦的。有啊，那至少你会了嘛 ？C A 麦的至少会嘛 ？C A 麦的经常在一起啦。哎呀，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以后你们也知道了哈。但不是所有的歌 C 后面 A 麦一定是这些 C 后面，那就 C O 也输了。但是经常哦。好，我们开始了，我们唱个两次就今天结束我们的课了，一两次哦。好，我们都唱，尽量不要看吉他啊，吉他不是镜子啊，哦，要看，不要看镜子哦，就尽量看上面 projector 哦。大家听得清楚啊，如果你 C 跟 D 麦，只会 C 麦 A 麦的，就 C 跟 A 麦的弹，那不要弹，我说就弹 C， 没有意见。但是呢 ，D 麦最重要的 D 麦是重拍，一开始要养成这个习惯哦，不然的话，学任何乐器都是一样哦。说 D 麦不晓得重拍，那是你可惜。好，好，再来唱哦。还有嘞，最重要是要唱，还要唱啊，不是弹而已哈、啊。看着那边哦，然后唱哦。我目的是要唱啊，不是要弹的、啊、哦。好，我们开始哈、啊。如果是不是很难听的话，跟你讲说实在是难，不是很难听。如果是太难听的话，我不会讲那么好。好。好，来，我很好奇是什么样子啊、哦？好，好了，我们开始要弹了。好，大家听我哈、哦，就是下去的四这么那个四哈、哦，啊、就听着我哈、哦，我弹得很慢哈、哦，哎，但也不能太慢，哎，这慢半拍是，它也不好听啊哈、哦，好，好就这样哈、哦。那好，大家跟着上来就开始可以弹了，大家。哇，好，不要抢拍啊，也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好，这么这样的速度啊，好，那准备好了哦，就可以唱了啊。下个礼拜我相信你们会进步哦，然后我会一个一个看你们到底是
不要害怕，我也当地的艺人看的时候，我也先跟你讲这个手势哈、哦，手要怎么摆哈、哦，因为我们有没有学过，有没有在一看就知道，一摆就知道了。你看我们有没有学过哈、哦，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因为瞒不了人的哈。哦，这一摆哈，位置一摆哈，一看的话就知道了哈。哦，这样子哈、哦，那个一看就知道，所以我要一个一个检查。哦，哦，谢谢老师，慢慢的哈。哦就是好，我们今天就请另外帮我们结束导许金有问题啊？有问题是不是？好吧，先问。那这个夹子是夹起来夹了两个，是不是所有音调都变了？本来是七调那个音。哎，以后再解释吧。所以现在以后再解释。举单局有点情歌在哪条腿上啊？情歌在哪条腿上比较专业一点？就这个。你站起来没有？啊，如果要坐着的话，这情歌在哪条腿上？右腿。昨天你的手就要掰过去。右手，我也不知道。应该放右腿，应该放右腿。肯定是这条。用右腿。应该是右腿，左腿没有办法放。可以放右腿吗？这是左腿，右腿就够不到了。我也够不到。这一他比如啊，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是那个要站起来就嘛。啊，所以这无所谓，无所谓。哎，通常不放在右腿啊。还真有。右撇子因为比较舒服，左撇子好了。中间有没有？有谁是左撇子的？还行，我个儿。左撇子，中间有一个左撇子，中间有一个左撇子，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放左撇子。左撇子，哎，左撇子，那你左撇子更好啊？为什么？左好像有一个左撇子。因为有左撇子，左以后他斜还是反过来？所以我有左撇子嘛，是混的，从小被纠正过来。左撇子有它的优势啊。还有，哎，左撇子有它。好，那我们天威帮我们结束祷告。那有问题你要私底下跟我谈也可以哈、哦。好，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我们通常会上课一个钟头到十，一个小时又45分钟到40分钟左右，因为有太多人了。好、哦，好，问题天威帮我们结束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这边啊，跟着静兰老师来学习这个。是吧？我们主要的不是要表演，是吧？我们是要借着你的啊诗歌唱出来，来敬拜你，是吧？求你立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有决心，真的啊，继续的学习下去。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是吧？你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从你那边啊，能够有更多的激励，是吧？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俊南老师啊，他身体有。不方便也愿意有这种心智来教导我们，现在感谢，是吧？我们也将啊课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交在你手里，是吧？让他们回去以后，真的是从你那边得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继续的从中间能够了解到各种和弦的这一些理论，以及我们啊借着我们的啊练习，是吧？能够。借着我们的口唱出诗歌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等一下上去的脚步，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先email给我哈，这个礼拜。